这个概念就是想做什么就趁年轻赶紧去做，不要等到不行啦，身体不行啦，体力不行啦，趁当下的时候赶紧去把你想要的争取到，你就可能明年就没这个机会了。疯子这样的角色定义太广泛了，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疯的一面啊，只不过看他是体现在哪个方面，就比较随性吧，可能就是比较有自己的个性，很拼很执着的一个感觉。香蕉街拍就要可口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你怎么那么好看？啊，我怎么那么好看？平时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些防晒啊，然后多敷敷面膜，像我拍戏如果有时间，我可能一天会敷两张面膜，这样的一般晚上是基本上都会敷一张面膜，但是平时休息的时候就会比较懒一些，因为不会天天上妆嘛，也希望皮肤也是比较没有那么大负担。嗯，那你面膜一般是用什么类型？只用补水。嗯，那你平常会我和如果化妆了就是卸妆、洗面奶、水乳、精华。面膜是基本上洗完脸，把妆卸干净，然后贴个面膜。如果化妆了的话，一定是要把妆卸干净，